Last night I thought I was dreaming, 'cause things like you don't usually happen to me. Outside the stars were the ceiling, we sang to the moon, then we danced underneath. I felt so hard, but your kiss so soft. I felt my heart couldn't beat enough. You pulled me closer, called my bluff. I am in love, I am enough.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老胡现在在上海的浦东机场。老胡在机场吗？我要去哪儿？还记得我第一期视频给你们讲过的这样一座城市吗？其实我们本来会去一个有着更吸引我的地铁城市，而且那座城市刚刚就大概在12月10几号开通了，新开通了5条地铁线。我的天哪！没错，我今天要去成都。其实这次也是我们学生组织搞活动一块去。不过呢，这个因为时间安排问题，这次我会先去那儿坐地铁，然后再参加我们的活动。OK，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非常简单，我会去把成都地铁所有线都坐一遍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因为我听说就是2号线的西浦站，它可以和城际铁路就跨站台换乘，所以说到时候我会去那边大概看一下它是怎么换乘的。但时间关系，我就不坐城际铁路。因为我同时我还准备到18号线的3岔站那边去看。OK， 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就要迎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主角，10号线。来小小给大家 room tour 一下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个阳台，不过这阳台看出去是这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可能是一个还在建的一个公寓楼。OK， 那我现在马上就去吃一下午饭，然后把我们还有剩下9条线咱们去做一下，走。
first love with a reason. Darling, hold my hand and take my heart. Say love once more with a feeling. And kiss me slow in the back of the car. I drop my guard, let you in. This love is ours, it's everything. And we both know simple stuff. We are in love. OK， 那我现在是到了西浦站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是怎么跟这个城际铁路换乘的。首先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这个自助取票处。然后前面有一个高铁入口，对，应该就是从那个高铁入口那边进去，可以换乘城际铁路。所以说它其实不是完全就是，到了下车到了站台对面就可以换乘了，它是这个要沿着站台稍微走一走，不过我觉得也是挺方便的。回到了酒店啊，今天一天的地铁之旅也结束嘛，把十二条地铁线都坐了一遍。总体我觉得今天的体验还是不错，虽然这个坐了一天地铁还是，或者说一下午的地铁还是挺累的。如果评选一下的话，我觉得坐最爽的应该是18号线，哇，这速度是真的是绝了。然后车最帅的我觉得是9号线，就我觉得它的外观就给人很一种很黑科技的感觉，而且它本身也是这个全自动，就像上海的15号线跟18号线一样。然后这个总体体验最好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几条比较新的线这个体验都挺好的，像5号线、6号线。17号线、18号线、9号线这些，我觉得体验都挺好的。那最后再讲一个 fun fact 吧，那就是成都地铁的火车南站是铁路的成都南站，成都地铁的成都西站就是铁路的成都西站，成都地铁的成都东客站就是铁路的成都东站，成都地铁的火车北站是铁路的成都站，而不是成都北站。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我查一下百度，上面说的是因为当地人都习惯就把那个火车站叫做火车北站，所以干脆地铁站也这么命名了。那这个成都有没有另外的成都北站呢？
我去查了一下，似乎是有的，但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火车站，所以说大家应该不太需要担心，就是要去成都北站，结果去了成都站，这个问题应该不太会发生啊。但我觉得还是可能对外地人来说会有那么一点点 confusing， 就比如说我如果我要坐火车是从成都到重庆北，假设有这么一趟火车，那我为什么要去一个叫火车北站的这个火车站坐火车，对吧？嗯，行，那今天视频就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这个大家对这个成都地铁有什么想法的话，这个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